你怎么看，奇洛？比我预想的大约糟糕10倍吧。也就是说，长老这次倒是没有危言耸听，对吧？他确实没有。不如说，他说的已经相当保守了。不过，既然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危机，走吧，尼古拉斯。啊，有意思。 我们可以久违的活动一下了。这些家伙和量子之海里常见的品种完全不同。放心，他们不是你的对手。况且你还有我的协助。你肉体的强度和韧性又有所提高了，不愧是我的搭档。 喂，你能不要在我战斗的时候做身体检查吗？抱歉，不自觉就……毕竟我们现在不在一起的场合越来越多，让我不由有些怀念过去了。倒也是啊。